女强人注定不幸福，尤其对三十加的女人来说，这个时代的女性真的很不容易，她们全靠自己拼搏厮杀，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小雨，你总是跟他安逸，他没老公没孩子，了无牵挂。公司当然愿意用这样的人。你知道我干了多长时间才干到现在这个位置吗？你知道我们公司有多少人什么都不干，就等着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吗？你心思根本没在这儿，你根本不喜欢我们的女儿。你应该说离家后就不想生我们的女儿。你胡说！一个职场妈妈有多难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你懂什么呀？我起码懂怎么做人。我丁克。 不代表我不关心孩子。男女之间两情相悦，荷尔蒙熊熊燃烧，干柴烈火，一蹴而就，你懂的。铁钉和辣妈之间，也是可以有深厚的友谊的。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，过的是否幸福快乐，全都取决于她身边有一个怎样的男人。爸，还能有你真好。 也有很多当了妈的女人，内心更强大、更快乐，也更独立。你要懂得爱自己，善待自己，才能得到尊重。加油。